诺贝尔奖得主地外植物学家保罗·理查森将亲自监督平行农业扩展，专注于自己的混种植物科技，计划到2048年火星便能自给自足，不再依赖地球供给粮食。各位女士、先生，我们的梦想已经成真。未发现生命。成功转移天鹅座号组员。